从他的口气回答就不用扣了。扣玻璃。玻璃容易崩溃啊，怎么了吗？哇 ！Wonderful， 这样 Wonderful， Wonderful， 没帮助。我跟队长说他会讲反话，我是同学。你还真的信了他？他也是说说，他只是当场而已。这样就 Wonderful。加欧诺米马斯，一级哦，鸡，一级吗？那我打个，咚咚咚，就，哇，哎，没有的事耶，啊，枪牌两只，好漂亮。枪牌两只，各位观众，枪牌两只，八牌。我到底换了什么给你？怎么那么厉害？一，哦哦，给他三五七万，三五七万。你是一二三，我给你三五七万吗？卖小孩啊！卖小孩啊！我明明给他三五七万，准备一二三品。小孩浪费水啊！他有一二三品，他不敢承认。出招了，等下都被嘴了。我帮你转一炮火，你在那边。可是我刚刚Miki那把，我应该说小美，我应该给他三支一饼啊。我应该说小美刚刚给我一整挂完整的。可恶，等下都被嘴了。还好吧，我负责啊，不是放了吗？最近 YouTube 的通知跟收看都有一点点问题，如果说你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直接点就可以收看啦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点选订阅内容，在这里呢，如果没有看到直播内容的话，点选头像进来一样还是没有看到的话，点选右上角的浏览频道，按进去之后呢，有机会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内容。那如果还是没有的话，点选影片应该就可以找到啦。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呢，建议你可以追踪 IG follow 限动上滑呢，可以点击 YouTube 的连结哦。女孩姐，有人问说，请问一下通天台是什么意思啊？通天台呢是一种玩法，就是有些地方呢，他们为了追求更多的台数或者是更刺激的这个分数上的差距，所以呢，只要你抓得出来，你都可以算。例如说1333哦，听小螺丝听12000，那如果你胡20000的话，可以算中洞，因为你拉得出130000，其实你就可以算这个中洞一台，就看玩法了。这个是比较增加乐趣的一个玩法，就开打前先讲好，其实规则大家都通用嘛，所以如果你能接受这样的规则，玩起来也是很有趣的。还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见了，拜。